我是千鸟，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这场 PRB 第一场的 GTS 比赛 N300 暖身赛，比赛开始。咦，我们赶位起跑了，藤原好像速度出不来，后面的渡边也是这样，两台车因为网络问题卡在起跑退赛，非常可惜。第一名是我们的小潘潘，到二三关这边三台车几乎并排，二三发生碰撞，雄吉被顶出去，现在翔哥留下，我升到第三名。这场 N300 的比赛，我们同时进行 N200 升级跟 N400 降级的参赛测试。小潘潘所驾驶的 Toyota SFR 就是 N400 降级的，他还在车上写了大大的疾风。三台车来到了龙之镜的第二段高速的 S 弯道区，哦，第三名的我冲出去了。我们来看一下重播，哇，这感觉有点像是根本忘记刹车啦。回到赛道，被第四名超过，右前方都擦伤了。第一、第二名通过第二区段，小胖胖的路线比较偏外一点，这距离完全是可以吸到尾流的。接下来这段是非常危险的连续弯道，很容易在最后这边撞到。车都平安通过，非常近的距离前往最后一个弯，翔哥内线吗？内线进了，从内线超车成功，出弯的时候小飞飞超回来顶到翔哥一下，再度回到原本的位置上。第一圈还算和平的结束了，除了我撞出去之外就没有出什么太大的事。进入第二圈，哦，翔哥再度切向内线，再连内线跟小朋友们挤到一下，稍微开出了赛道。第二个弯的速度慢了下来，没有攻击成功，距离稍微开了一点，两位都是手把车神啊。翔哥带着打滑路弯冒出一阵白烟，这样持续斗下去实在是蛮不利的，四轮传动的胎耗比较凶，相对来说 SFR 后驱会省胎很多。后面的第三名维廷也越来越近喽，昵称居然是英文的，我英文不好啊。然后后面这个减速区段，翔哥稍微磨到一点墙壁，可是最后一段的弯过得比较好，这样出弯优势应该可以在直线超过去。翔哥靠着外线，小潘潘守住内线，再度切回来，翔哥拿到内线，没有超车成功。一个连续交换路线的防守，我们已经 OK 在画面中看到维廷的身影了。翔哥再一次从这个弯进攻，
我连并排都没有成功。N300的马力不大，不好超。翔哥差点滑出去了，翔哥滑到草地了，勉强控制住，没有失控。三台车差不多距离，呈现三胞胎状态了。翔哥过弯的时候，那个轮胎就滑得特别大，距离再一次缩短。又是最后一个弯超车吗？并排，翔哥拿到内线。如何？谁快？还是小潘潘在前面？违停也连上来喽！三台抢这个弯吗？发出叽叽叽叽的声音，后面好像有位置交换，出现了一台灰色的伊利欧。原来在第一个弯这样，我比较早刹车，被赖贤超过了。赖贤是难得出现的车手，也是用手法。违停企图攻击翔哥，如果赖贤跟我也跟上来的话，就要从三胞胎变成五胞胎了。翔哥又来一个甩尾入弯，好像慢了点。违停闪着大灯，翔哥第一名的差距开始拉开了，并排，这个弯超过去了，没有，有没有？持续并排，接下来那里并排难过，违停放弃，决定回到后面。晃了一下，撞到墙壁，赖贤趁这个机会一口气突破。第一名小潘潘 SFR 疾风号，第二名翔哥写着 PRB 还画可爱熊熊的 EVO， 第三名赖贤灰色应该是完全没有改涂装的 EVO， 第四名维婷是看起来像乳牛涂装的马六，第五名是我 WIS， 粉红色的小赛车。每天在攻击第三名的赖贤，翔哥好像有一点乱掉了。是 EVO 的队友，哇！翔哥打滑，甩尾着过弯，速度慢下来，被赖贤超车，两车也轻微的碰撞一下，
三胞胎变成二三四名，是不是前面拼太猛，现在翔哥的轮胎已经开始衰退了呢？比赛已经进行了十几分钟了，伟霆在这个直线再一次瞄准这个直线，顺利超过路线跑跳的翔哥，好，赖贤撞到墙壁，赖贤犯下后面的车子紧急的闪过，顺序是落到车阵的最后面，落到第五名。再来看一次刚刚那个可惜的车祸，应该是太早转另外一个方向了，锁定了第三名的翔哥，要走内线，企图在这个减速弯内线进攻，不过我的刹车时间都比他们还要早，没有办法攻进去。车子耗得非常非常近，才刚做完就分开了，换耐心袭击我。这一段比较快的 S 型弯道算是我在这个赛道中比较擅长的部分，往前了一点，回到三胞胎状态，这个直线速度我比翔哥还要快，一口气从内线，哇，刹不住，太闷，刹车刹不住，直接撞上墙壁。我暂时退出了这场缠斗，不够冷静的后果。哇，翔哥在最后一个减速弯倒到墙壁，整台车打横。看一下，往后看，后面的是赖贤。哦，这个撞好大下，我也追上来喽。而且以非常快的车速过去了。落到第四名，经过两个比较大的失误，我们已经跟前头的集团分散开来，直线速度似乎是翔哥比较快一点，轻松的超了过去。去了，转过这里，来到我最擅长的区段，是不是能在后面那个直线一口气过呢？来到直线，
的距离应该是不够近，我还是把路线错开，避免下车时间不同撞到翔哥。翔哥没有进到弯里面，内线被我占去，超车成功，居然超车成功。终点，翔哥比较早入弯。好像那样子走比较快。稍微有一点点路线上的失误，被咬住了，一个失误就被咬住了。冲向第二区段，第一场暖身赛会定 N300 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刚开始 GTS 送的车我拿到了 EMEO， 我就想说 WS 也是 N300， 我们就来重现一下这个经典的对决啊。虽然这都是新车了，但是以前在拉力的时候这两台车是宿敌，也重现一下，所以就选了 N300。我当然是挑我比较喜欢的 WS， 看起来我跟翔哥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了。看一下第八名跟第九名的小鹿跟章鱼，小鹿刚爬升到第八，在我们缠斗的时候，如果有看这场直播的话，就知道章鱼那时候在派对，脏话连连啊，大概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吧。哦，小鹿滑了一下，小鹿和我们的第一名是使用同样的赛车 SFR， 啊，章鱼是跟我同队的 WS。吹油门吹这么猛，然后第二区段小鹿紧咬了章鱼的尾巴，从内线过了，章鱼企图从内线进攻回来，小鹿打滑，章鱼差点没有刹住，两车差点撞在一起。距离有点被拉开了，看来这个八九名之争是小鹿获得胜利啦。那我们这场的第一部分差不多就到这边，如果有人想要参加我们的 PRV 90分钟耐久赛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是到粉丝专页私讯我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新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